Diamond Two 转耳场。没有钱，没有钱，差300块，差300块，200多就可以出寒冰了。出完寒冰之后就可以缓住这纳，纳就没屁用。他跟我浓了半天，浓出一个三项来，没有用的。其他装备差蛮多的，其实。因为我点鞋子啊，我等于是免费赚了这300块。跳过来死的，这么猛的阿萨亚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OK， 用优势局，这边直接被干穿。差一点嗝屁，
적을 파괴했습니다. 我们直接撸进来，没有在跟你怕，我就可以吃个巴龙，那就直接吃巴龙了，打游戏。看对面怎么抢，对面来的时候我们梗都已经吃完了。 这就是他们一套的伤害吗？怎么感觉有点痒？回家，不进来了。哇！ 被点烫死了！哈哈，刚好顶到！哇，他被勾进去了。 OK， GG。优势局，打优势局那一场，可见这纳尔跟我互农，他完全没有意义啊！我还是赢了。噔噔噔噔噔，给这菜啊！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韩国人他们打完会跳 K 了，因为他们的游戏会直接终止回应，就像我刚刚一样，我刚也终止回应。